提前庆祝金球奖。梅西里程碑之战造三球，巴萨大胜多特头名出现。这场比赛是 F 组的小组头名之争，巴塞罗那如果能够取胜的话，他们将会锁定小组头名出现。这场比赛巴尔维德让队长梅西继续先发登场，梅西迎来了个人职业生涯代表巴萨的第700场正式比赛。上半场比赛第21分钟，梅西送出去直塞球，苏亚雷斯扫射破门，但裁判示意苏亚越位进球5项。下半场比赛巴塞罗那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，第68分钟梅西在中路得球之后分给了格里兹曼，格里兹曼突入对方禁区低射破门，巴塞罗那3-0扩大优势。在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，巴塞罗那队在小组赛5轮过后拿到11分，他们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，晋级欧冠16强。对于梅西来说，这场比赛他奉献了2传1射，这是梅西为自己里程碑之战和可能到来的第6座金球奖送上的最好的礼物。